今天唱的歌曲不是歌后的，就是歌王的。最后一曲是《一剪梅》，好，费玉清的成名歌曲。谢谢大家哦。哎，我们来讲一对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能冷冰却不能淹没，就在最能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不得梅花披扑鼻香。好，现在是一剪梅哈，谢谢大家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表演的时间到了，好，再次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乐队老师，谢老师、谢水田老师、黑龙老师，还有蔡老师，还有我的伙伴秀月老师。
谢谢大家今天的聆听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大嘴你也来啊？我人在楼房吗？啊？我今仔就是干这样啦。哦。